我已經發現了一個賺錢的方法了。我覺得原來做好人是賺不到錢的，我要在趁今次這個機會，我幫自己建立多些敵人，讓多些人憎我，我就之後可以用這個方法賺錢。我現在就要開始挑撥離間先，我會找阿 Toys 拍短片，然後送給阿鍾培生，希望可以增加收看值。 Hello Toys， 喂 OK 現在心情怎樣？興奮，想依家即刻打，想依家即刻打，依家即刻打。因為講真都嚟到呢個咁大嘅場館，其實一定係有怨氣嘅。OK， 即係有怨氣有火嘅。咁琴晚又偷冚我一巴掌咁啊！兩位是基本上沒有任何差距的。好，我們邀請兩位選手在場中對峙了。哦喂！好，我们请工作人员稍微拉一下哦。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Derek Toys。今日一定要有仇报仇。但系我冚嗰巴唔系冇唔系 set 嘅。完全你睇我反应都知唔系啦。如果真系 set 嘅话，喂，第一，如果佢同我 set 呢啲嘢嘅话，我肯定唔同佢 set 嘅。我冚我巴掌喎，呢个攻击性极低，但系侮辱性极强。OK。咁所以如果我知道，我可能捉住只手冚翻埋佢啦。所以其实我唔知嘅。咁所以其实记者会嘅现场当下咧，其实系火有上嚟嘅。但係佢呢條友就精心計劃咗呢單嘢，咁就教練即刻上嚟推啊，又成咁樣。OK， 咦大佬，因為琴日記者會之後啦，即係你有上榜啦，都有 show 到你身形噶嘛。咁我聽翻嚟就依家咧反而外界咧其實係有多咗好多人係覺得你係有可能贏嘅，但你係咪都係覺得自己會贏啊？有可能。講真嗰句，其實呢個比賽咧，我唔係咁重視到底贏定輸嘅。我反而更加重視到咧呢條友落台嗰陣係咪斷咗幾條骨，咁所以呢個先係我 focus 嘅。無論係譬如話上到去，因為我本身就接觸拳擊唔係好耐，咁但係點解副計又 fit 咗啲咧？咁可能真係俾心機練嘅，咁所以上到台就真係打到佢死為止。OK， 係咪真係即係要練拳？即係比賽前係咪真係要禁肉啊？唔可以波幾嗰啲？你哋講笑咩？使鬼啊！我唔使嘅，我屌，因為佢哋話有咩禁肉啊，好嚴重嗰啲噶嘛。取咩？哦，即係其實假嘅。咩？做愛都係一種運動嚟噶嘛，係咪先？哦，都要練習。唔係咯，所以你都係有氧嚟噶嘛。所以你嘅訓練就係做。即係我知道依家鍾培生就喺你隔離房啦，咁但係可能你因為見唔到啦，即係我唔希望即係大家人與人之間距離可以咁疏遠。我想即係都幫你喺比賽前啦，即係送個口信俾佢。有冇啲咩想同佢講啊？首期啦，鍾培生搞咁撚多嘢，係時候啦，喺小巨蛋瞓低啊，鍾培生。好 ，OK， 就係咁啦嘛。好，我幫你送俾佢。Thank you。OK， 俾唔使。依間房就鍾培生啊。咁我唔知道就敲門會唔會唔好咧？嗱，我哋啱有打個招呼嘅，即係離遠咁，但係我依家試下問一問，即係有啲嘢想俾佢。但老實講，我好撚驚，因為鍾培生咧入邊係好多外國人嘅，即係佢啲團隊係好癲嘅。鎖住咗添 ，fuck！ 翻嚟仲未翻嚟，仲未翻嚟，咁依家我哋系，哇，好唔好猛啊？呢條添，我想講，呢條添好癲啊！你好，家聰。喂，你好，你好嚇。咁啊，喂，點啊？依家心情如何啊？好澎湃。好澎湃。OK。本來。即係操到十個禮拜勁攰啦，跟住係唞三日，跟住我琴日係咁同自己講啦，喂，即係我今日有琴日嘅狀態咧，我就好開心啦。頂，我今日嘅狀態仲 fit， 跟住我今日係瞓咗8個幾鐘，跟住之後再補眠，再瞓多2個幾鐘，跟住之後咧，我自己喺度打 shadow box 啦，我自己嚇親自己個力咯，因為我係未試過，即係十個禮拜我一直操啊嘛，我係勁攰啦，我係未試過咁有力咯。因為你係酸曬勁痛咁樣啦，跟住係我未試過係可以休息完。所以你今場你係覺得贏硬噶啦？都贏硬，一定贏硬嘅。贏硬啦！咁你有冇目標係即係譬如？咪睇觀眾反應咯，即係觀眾想快啲完，快啲完咯。觀眾想我折磨佢耐啲，咪折磨佢耐啲咯。OK， 但係你自己就冇所謂嘅，即係就負責娛樂大家咁樣。OK， 好。咦，咁都係咁，因為啱我同 Toys 都有做咗訪問嘅，咁佢都有啲嘢想同你講，佢託我，我都唔係佢託我嘅，我叫佢逼佢，我冇逼佢，我都問佢咁樣，你講咩？都俾你睇一睇，我覺得都幾窩心嘅。手皮啦，鍾培生，多嘢，時候啦，喺小巨蛋瞓低啊，鍾培生。OK， 就係咁啦。
走啊！唔係，好嘅又重，唔係，仲要佢嘅教練喺隔離望住，好彩唔識廣東話。OK， 咁但係我都想，你有冇啲嘢想同翻，即係我覺得人與人溝通啊嘛，一定係有交流噶嘛。即係你有冇啲嘢都想同佢講，我都幫你講講，因為始終你隔住間房咁樣，好嘛？嗱，我哋嚟啊！我 feel 到佢好驚咯，保重啊，保重啦、啊。哦，就係、是、咁。OK， 好溫和。OK， 係唔俾睇啊？點冇冇去睇啊？你嘅仲有兩個鐘，哦，仲、okay, 有兩個鐘。兩三個鐘有咩好講啫 ？O K， 好，上去講啦。好，一陣間你放心，我會一路打住一路同佢傾偈啊。鍾生，我都想最後問一問咧，即係你有冇話最憎人哋對你做啲咩噶？去我打比賽前去我對手間房個 sofa 度屙篤尿。你最憎呢樣嘢？係啊。第二憎咧？第二憎就係屙篤屎。第三咧？過去冚佢一巴。第四咧？第四啊？冚自己十巴。第五咧？打自己十拳，我冇嘢問啦，唔該曬 ，thank you， 多謝 ，thank you， 啊你個撲街啊，唉屌，做唔到啊，冇被討厭的勇氣，做唔到一個令人，唉撐啲撐啲撐啲撐，撐到尿咋你就係、是，你撐個腎腎唔得，唉屌，唉，唉屌去 Toys 房屙尿，依家見到 Toys 就喺後台準備出場，佢個樣都有啲緊張。出場前啦，館長都有行埋嚟，就好似關心下佢。咁我哋見到啦，基本上大部分嘅觀眾啦，都係支持 Toys 嘅。Toys 嘅出場都係非常正啦，佢繼續玩呢個自嘲，就揾咗兩個警察咧捉住佢。鍾培生出場啊！今次佢出場啦，我覺得比起佢上次對林作啦，係好好多嘅。即係上次就係感覺上係用金錢堆砌多少少啦，但係今次咧佢就都有啲深度嘅，即係就係攞一啲小丑啊嚟串翻阿 Toys 啊過往做過一啲唔好嘅嘢啦，咁樣有進步嘅咧出場。
OK， 咁以下咧就一齐欣赏下钟培生同埋 Toys 嘅拳赛，咁我就剪咗一啲片段出嚟嘅。大家如果想睇翻成个拳赛嘅话咧，鸡 wing 嘅 YouTube channel 啦，系都有得可以睇嘅。
癲啊！真係好痛啊！我拍到嗰啲畫面，哇！以及你跟 Toys 的恩怨，你认为你今天在台上解决一切了吗？今天是非常高兴，首先我要很感谢大会 JPX 的支持，就是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的支持的话，其实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拳赛。还有我要很感谢所有来现场的观众，还有所有制作人员，还有 Toys 就打进了拳赛。其实今年是 HK Esports 创立19年。疫情的关系，我3年没有到过台北，可是 HK Esports 一直为大家带来很多的欢乐。10年前，特别跟我们一起为台湾的观众、台湾澳的观众带来这么多的欢乐。今天10年以后，虽然我们不是用电竞，但是我们用另外的方式的拳赛，对为台湾的观众带来这么欢乐的一个的比赛，也很感谢特别练了这么多，谢谢特别打了这么好的比赛。那这边我想问一个问题，跟刚刚的拳赛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其实 Toys 的战术比较偏向是挥大拳的，然后你可能在前面，可能第一 round、第二 round 的时候都采取一个比较防守的姿态，是你的战术奏效了吗？其实没有，我一直告诉我自己，因为我看 Toys 他很多时候都没有被打，因为他眼睛受伤以后都是练，所以他是蛮怕重拳的，还有他对了亨利也蛮重的嘛，所以看他每一拳，就是我的再后一点，还有看到他没有复习的时候，我手特意放后面，闪过来，最后托一下，我没有想到就打得好，没有想到他要打到第四个回合。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要来问一下，你今天赢下这场比赛，你有没有什么话？因为包含了你可能直播上面、你的记者会上面跟托一起有很多的冲突，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你的对手托一说的？没有啊，就是想知道在这场拳赛打我打之前，在网络上投票说我会输的人在打。I'm the fucking champ. 还有，就是今天就想告诉大家，其实我要努力。就是 Toys， 希望他之后打完这场比赛，还有过坐完牢之后，就是10年后，他希望他可以改过，因为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就是你们有粉丝支持，也不能带他打，就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是不会赢的。好，那我们这边就先来访问一下Toys哈，因为其实我很早就知道钟培生，就你的对手钟培生，他已经在练习拳击非常久。那当时你接下这个挑战，其实我觉得会输的几率是很大的。那想必你，首先你为什么还会愿意就来接下这个挑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希望大家现场的观众再给培生一些掌声，无论他再怎么躺，他还是打得不错的。没有他，我也不会有这个拳赛可以参加，也不会有这个拳头也好，怎么样也好，我觉得是都是不错的，也是至少要因为他，我解锁了站在小巨蛋的成就。不好意思，我有点晕，有点喘。OK， 那至于为什么当初接下这个拳赛，其实对我来说，我本身就是喜欢挑战一些东西的人，那特别是有机会可以打中本身几拳，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这个是想说的吗？
最后就是非常感谢，无论你是在现场的观众，还是打中奖的，无论你们是谁的票，都非常感谢你们。我觉得这一次，虽然我本来不是格斗圈的人，但是因为这一次小巨蛋的盛事，我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格斗在台湾也好，香港也好，会有更多人去关注，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运动，我自己觉得，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个运动。好了，谢谢兔一子，也感谢。这个中国足球想要说，最后补一个什么吗？对，虽然我跟兔一子很多恩怨，但是他其实在我跟他这段时间，在每一个时节，我们都要感谢，真的要买票来支持我们的人。我看到他真的是每一个很用心，跟什么样粉丝说谢谢。我自己个人，还有我们所有的团队啊，非常感谢每一位到现场的朋友，谢谢大家。好的，那要一个化解恩怨之拥抱吗？两位？两位是可以拥抱的吗？在今天的终于之战之后，看电竞比赛，发现两位的恩怨已经十年了，希望这场比赛有化解你们之间的一些什么。先不要好多好打得，哇！我啱準住撩佢隻抽，唉，好都係好彩咋，都係算。啱先真係屙到篤尿，佢就喺你頭上屙尿啦！我同你講，真係啊！你話 Toys 咁即係算大隻嘅，都俾佢打到咁，屌你老味！我同鍾培生打應該，唉，嗱咁啦，啊今日喂，影下佢啊，你睇佢幾傷？喂，哇！講真，但係佢真係打得幾好喎，唔係講笑喎。但你唔係我自己知道佢後面佢會冇力，所以我比較前面我都冇用力。哇！但係佢我打得好。我只係知道三四。我教練，你睇翻個教練同我講。你這邊請坐，這邊請坐。打得好嗎？OK。檢查一下。